别担心了，你部署了这么久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那些暗桩都是精干之人，此事部署谋划已久，不会失败了。少爷，如何？一切顺利，暗桩们无一损失，拿下了盐帮全部的据点，干得漂亮！把那行人全都给我关起来，还有漏网之鱼一并抓获。是。太好了，这下将军终于该相信你了。可是，这司徒岭还逍遥法外呢，万一他疯狂报复我们怎么办？这盐帮被毁，他司徒岭就是一个没了牙的狼，不足为惧。可是这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万一他使阴招的话，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。没事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也会好好保护好你的。